搞笑了，还哎我的天哪，兄弟们，对不对？黑粉又要说了，车哥，你刚刚那个500块钱的口令红包那不算啊，你旁边肯定坐的是100个人啊，都是你朋友抢的啊，你直播间有延迟，延迟20秒，你20秒之前就告诉了他们，20秒之后我们才知道我们没有抢到，对不对？好啊，你这么说了啊，我满足你啊，那个黑粉，我再满足你啊，我知道你已经抢了，但是我不说啥啊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啊，口令跟刚刚一样啊，兄弟们，口令跟刚刚一样，还是支付宝红包，来吧，啥也别说，来再给你们来一个，好吧？再给你们来一个红包，好吧？啊，我就让那些黑粉自己睁大眼睛看看，别在那一天到晚脑袋瓜，我5000就错了，500啊，别一天到晚脑袋瓜子没点数啊，黑粉抢了，全家倒霉。黑粉抢了，全家倒霉啊！还是这句话，兄弟们，还是这句话，黑粉抢了，全家倒霉啊！这个自己有点数，我先付一下那啥，我先支付一下红包，把密码遮挡一下。没事，不用慌，兄弟，这个我没有设置口令，看着不行，我只是把钱付了，没有设置口令的时候，任何人是抢不到的。现在我设置口令啊，还是那句话，你们可以准备好了啊，你们可以准备好了，还是那句话啊，黑粉抢了，全家倒霉，看好了啊！还是这句话，兄弟们，赶紧去你们支付宝上面准备吧。支付宝口令红包就这么简单，黑粉抢了，全家倒霉。确定？口令不能用了，我换一个吧。哦，这个口令被用过，兄弟们，大家看一下口令。我们因为我们刚刚已经发过这个了，对吧？那没事。黑粉抢了，全家倒霉。二啊，这个是二，我们把这个加一个二。刚刚这个是黑粉抢了，全家倒霉。现在改成黑粉抢了，全家倒霉二啊，就这么简单。来，确定？好了，大家去抢吧。还是100个。黑粉抢了，全家倒霉。二，确定，开。多少钱？我去，我又抢了2块钱，我醉了。我怎么就不能抢一次10块钱呢？兄弟们，我都醉了，为什么？这都什么鬼？兄弟们，我怎么又是2块钱？那挺无奈的，兄弟表示啊。我只能说一件事，那些黑粉，你继续出来逼逼呀啊！你继续出来，辣条哥，你是个骗子。辣条哥你个垃圾，辣条哥你抽奖的全是自己的号，你的这里是豆腐脑吗，哥们儿？你连点思考能力都没有，我不跟这种人玩，我妈说了不让我跟傻子玩。来看看抢完没有啊，全家不是强家，是黑粉抢了，全家倒霉二。来抢完了啊，看看这次运气吗，还是500块钱100个啊，这个应该是都可以看的，你们可以去输入第一个是黑粉抢了，全家倒霉。第二个是这个错了，输入错了，这个输入成第一个了。黑粉抢了，全家倒霉。二，刚刚这个是二，也抢完了啊。这个100个也已经抢完了，看好了啊。看一下运气王多少钱，还有个8.88的，我的天哪，太顺了。9.1，9.6，8.5，8.1。12.1，恭喜啊！这次的运气王抢的是12.1，那这个再发一次，不发了，再发我就没钱了。我就计划这么多钱送送武则天，结果倒好，让黑粉全给我骗成红包了。我就知道黑粉是故意的，不过无所谓啊，别总是一天到晚脑袋瓜子不长点数啊，说这个是骗子，说那个是骗子，其实是你心理扭曲，哥们儿，真的该看看心理医生的，看一看心理医生，别大过年的不吃药就出门，多难受，对不对，兄弟们？好了好了，大家不要再搭理这些黑粉了，我们那个开始玩游戏吧，好吧。不给他们说废话了，不给他们说废话了，开始玩游戏，开始玩游戏。